长修女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40年来为台湾的妇女儿童等弱势族群付出了许多心血。她的足迹踏遍台湾的原住民部落，调查挽救被迈入火坑的女孩，也为许多受伤的心灵筑起一个家，抚平曾经缺憾的伤口。40年的岁月无怨的付出，这就是汤修女不仅有爱更有实践的行动力。修女的力量感动了无数的人们，他们也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地投入善牧的工作中。刘宏信副执行长就是其中一位，选择放弃研究所课程，投入善牧的青少年工作。多年来，他陪着街头的孩子们走过懵懂冲撞的青春岁月。今天就来听听善牧基金会里面美丽的故事。生命会走过，故事会留下，让我们以柔软的心灵一起来探索生命永恒的真理。欢迎收看《生命相对论》，我是杨玉馨。哇，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我非常敬佩的来宾啊。那当我在阅读这两位来宾的背景资料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心里有一份好奇哦。那个好奇是，在这个世界上哦，为什么会有一些人呢，把照顾弱小作为自己一生的职责哦？那么这些人他们有哪一些特殊的人格特质，又有哪一些宝贵的生命信仰啊？这是我在心里不断产生的好奇。不过后来我更觉得，他们这样的人格特质、这样的生命信仰啊，应该是我们整体社会文明进步最宝贵的资产了。所以我们来欢迎这两位宝贝的来宾啊！我们欢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的执行长汤静莲修女。汤修女你好。玉馨你好。是，欢迎。宏信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谢谢汤修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开心，我等一下好好请教您的生命故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副执行长啊，刘宏信副执行长啊。副执行长您好。你好，玉馨好，各位观众好，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是，刘大哥你好。事实上刘大哥来过我们家哈，那我叫你刘大哥比较亲切一点哈。好，其实回到我刚刚原本的好奇啊，所以我就想先用一个提问来请教两位来宾啊，就是说如果要问你是谁，那你会怎么答复这个问题？修女先请。我是一个中国人。是，因为从很小2岁3岁的时候，那时候大陆都会派老师到马来西亚来找我们这些中国小孩子教我们国语。然后呢，我19岁进入修会，50多年都是修女了。所以你问我我是谁，是，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修女。哇，太棒了。你是什么样的机缘会决定要修道呢？我父母是天主教，是，我是在天主教的家庭长大。我在学校也是有很多修女，他们都会问我们要不要当修女。我看到他们哦，我说哦不要，哦很无聊，又穿一样的衣服。但是还是当修女。对，但是你这50年来当修女感觉怎么样呢？哦，好快乐。很快乐哦。对。好，那这个快乐等一下来聊哈。好，我要来先来再听听刘大哥啊。那您呢，如果问你是谁，您会怎么答复？我是一个还在一直在找自己是谁的一个人。您这是哲学家的回答呀。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从小到大的过程比较都一直在念书，是，然后比较就是考试啊、联考啊等等的，那也没有那么的深刻去了解自己是谁，这个就比较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不过到后来会慢慢去从接触信仰啊等等，会开始去看这个问题，就说哎，那到底我在这个社会或者我活着我适合做的是什么。那到现在的话，我会比较说我是社工。你是社工？对啊，太棒了，社工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角色哈。这专业问题等一下问，那我就从这里我是谁来探讨，听听你们的抉择哈，分享一两个你生命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决定，让你觉得这一生影响你很重大的决定。我想第一个应该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很想追班上一个同学，然后呢，但是他参加一个社团之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是台大光启社，那刚好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社团哈，我从在那个社团里面开始接触信仰，那是我第一次那么的渴望去追索
不只是追一个女朋友，他也开始让我去看到，哎，这个信仰带来一些生命的力量，然后开始去寻找那个力量在我自己身上。所以在那个社团的很多活动里面，还有听道理跟神父在一起，是，然后到山上去帮一些小朋友客服等等的，是是，从那么多经验里面去看到说啊，这个信仰渴望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开始去看到啊，原来自己生命方向是刘大哥说的，这第一个最棒的决定就是选对了女朋友啊。那第二个呢，对你一生影响很重大的选择，第二个应该是我在台大念博士班的时候，那时候课都修完了，然后汤秀玲刚好那时候邀请我到山牧工作，有一个很棒的团队，我们在为街头的青少年工作，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呼唤，这是我心里面想做的事情。是，后来我博士班也没有念了，我就全职到山牧里面去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那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是，我其实在那时候做那个决定是很不容易，没错，对，因为要放弃掉一个学位，更重要的是当我看到那些孩子在服务的过程看到的一些改变，是，对，那个会让我觉得，哎，其实人也不见得只有那样的一条路是最好的，如果说你念了学位，然后到学校找一个教职等等，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路，是，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条路好像在天主带领下，我觉得别的路都也是很好，有它的价值。对，哇，太棒了哈。好，那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好像就听到了刘大哥这十几二十年来的人生啊，那非常的精彩。那我一样再转过来，刚刚修女说这五十年来当修女哦，感觉很快乐哈。那我让修女也跟我们分享啊几个，也许在修女的这一段五十年的岁月当中，你觉得你做最棒的决定是什么？你看，当修女是最棒的决定啊哈，好像红心分享的社会真的有不少这样有心的人，好像红心这样的人，是，所以你问我当修女快乐不快乐，一定很快乐，是，都是因为我一直体验到有很多很棒的事情，不只是在我们基金会而已，是，但是在我们有教会的团体啊，他们也是做很多好的公益啊，是，所以我觉得一起帮忙社会是快乐的事情，是，哇，太棒了。其实修女所提到就是不断地看见别人的需要，然后看到旁边有人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但你总是对社会看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是你真的心里面哇难以忍受看不下去，你一定要伸张正义要出来好参与好改变。好，来，那修女您先请好吗？有人讲我们社会有法律是没有正义，我看到有时候真的有法律没有正义，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受害者，但是都没有被帮忙。给你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有一个越南妈妈，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她的先生对她非常的好，她在怀孕了，然后呢他们发现是女孩子，他们就要把她送走，送回去越南，所以我们就帮忙她，我们就希望可以让这个女孩子真的留在台湾，还好我们成功了，但是有其他的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有一些男生他们有孩子，但是他们不要那个妈妈，是，我们就看到有这些不正义的事情，是，让我们真的很难过呀。但是你们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好，太棒了，谢谢你啊。那我来听听，那么刘大哥您呢，你看见的不平哈，你看见的看不下去的事情，然后你跳下去的那是什么事？在服务青少年那段时间，我比较看到是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没有弹性，比如说很多孩子他明明就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教育体制，那从国小到国中他是也没有好好学到东西，那可能一方面是家庭啊社区环境啊，或者说他个人学习的兴趣上的一些落差哈，那可是会觉得说这些孩子呢就是好像
除了学校之外，他没有其他选择了，所以就会有一些中辍生他在街头玩。嗯哼哼。那社区里面可能有些帮派啊、角头等等的会适应他们去一些比较不合法的工作，赌场啊，或是等等的，或用药啊等等，会有很多状况，会让他们进入一个我们觉得说不是那么好的生活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学校之外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我们后来就跟学校啊、教育局谈说，哎，我们成立一个方案，那这些孩子到我们这边上课，我们整天排了很多课程，然后陪伴他们，跟他们在一起，那让他们有学习，那学校看他们的表现，然后给他们毕业证书或修业证明，他可以以这个学历再继续往前念书，或者是去找工作，找比较好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就是，哎，这个社会的制度就是这么的僵硬，那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给一些孩子，比较特别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做社工对我来讲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哎，我可以因为这样的状况，我去创造一些工作的方法来帮助这些孩子。这对我来讲是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部分。哇，这不仅仅是有价值哈，我觉得更美的是在这个价值的背后啊。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在谈要认识两位特别来宾哈。那认识人，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职衔、一个人的工作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人生抉择、从一个人对真理的渴望，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人，我想我们就更能够了解为什么你们这么迷人，为什么你们这么感动人哈。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哦，要先休息。一下啊，也让观众朋友呢自己来想一想，如果这个问题同样问你，你是谁？那你要如何答复？你是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到生命相对论，在这一段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我们来看看善牧基金会这个温馨的大家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善牧一直以来坚持的价值。他们也以这样的信念照顾每一个受伤的心灵，相信自己的价值，活出自己的生命。成立至今，善牧始终站在弱势的妇女、儿童、青少年身边，成立了中途之家、紧急庇护中心、青少年学员等等，补缀一个个社会与家庭所不足的缺憾和破口，成为无数个生命的转捩点。就像这里，这是善牧在芦洲的青少年中心，是个让孩子可以放心来去的家。这里是我们少年服务中心的团体辅导室，固定会有专业的生命剧的老师来带孩子演出他们的戏剧，还有一些舞蹈啊，或是一些成长团体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它相当的大，孩子很喜欢这样一个场地。如果孩子喜欢音乐的话，我们有一个团练室，我们请专业音乐老师来教他们各种乐器，吉他、鼓啊等等的，他们可以学习很棒的音乐。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攀岩室，青少年可以在这边很开心的玩这些攀岩，练习一些很难的一些攀岩的技巧。另外，我们也会让孩子、青少年在这边把他们的创意画在墙上，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很棒的想法在这边表现，也不会被人家抱怨说乱话啊，怎么等等的。他们很可以很自在的在这边表达他们自己。然后这边有一个电脑室，孩子可以在这边做作业啊，学习一些电脑的知识，也可以在这边跟我们的社工员用 MSN 啊等等的去互相的沟通。那如果他们在家里，刚好也可以跟我们社工员利用电脑做一些联系。这样，我们还会举办油画创作的活动，所以青少年们可以一起共同去创作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很重视的他们的作品把它放在墙上，所以他们会很有成就感。这样，那如果孩子需要一些个别的会谈，我们也有一个会谈的空间，很温馨的一些摆设，然后让这些孩子可以在这边很自在的、很安静的去跟我们的社工员做一些谈话，让孩子有自信，陪着他们面对未来，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这就是善牧，播种之后等待着开花结果。哇，真的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到很温馨、很幸福的一个家，大的家庭啊。那我就在想啊，我们如果很幸运的话，是我们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契机哦，在我们心里有一种感动，然后我们去答复心里的那一份感动哦。
修女，您要不要为我们分享几个啊？就是蛮关键的，就影响您也蛮深刻的这个故事，在你们这几十年的服务过程啊，那您为我们分享一两个也很值得提醒社会大众一起来关注的课题或者经验，好不好？好像刚刚红杏讲的，就是这些中辍生啊哈，或者街头孩子，是我们以为他们是不好的孩子、坏孩子，嗯、实际上不是。只是他们没有机会而已，因为家庭的问题是蛮严重的。好像有一个中辍生，他说他在学校所有人的人他都曾经打过了，除了校长之外，每一个人都被他打过，对不对？对，这样很头痛哎。对，所以他们就不要他在学校。是，为什么？因为他在家里，他妈妈跑了。被爸爸殴打跑了，没有妈妈，爸爸就只有一个房子，拆掉所有的空间。他要睡觉的时候呢，爸爸就看电视，到两点钟、三点钟，所以他没办法睡觉的时候呢，他很生气，他不敢打爸爸，他去学校打别人。如果你听他的心声，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的孩子。是。好，另外一个，他也是中辍生，他的爸爸是黑社会的成员，他在北部这边有危险的时候，妈妈就搬去南部，妈妈也不知道要这个孩子去学校，所以就中辍了。那个孩子只是七岁而已。他来到七岁啊？七岁而已，中辍了。是我们发现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是14岁了，他可能没办法念书，但是可以学习一技之长。他修理冷气。所以他去当兵，结婚，他现在有孩子，也是很好的爸爸。是这些孩子都要有机会而已，他们不是坏孩子。对，修女讲到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哦，是整个社会哦，愿不愿意给这些孩子机会，这是也是蛮重要的哈。如果我们集体肯定这些孩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可恶哦，在学校打人啊什么，可是其实你愿意聆听的话，你会发现他可恶背后的可怜，而你有能够给他机会，愿意给他机会，我在各个地方都需要给他机会哈，但这个机会也蛮困难哈，我就要请教刘大哥哈，像这样一个在学校成天打人，然后每一个都被打过了，这样孩子，当你把他带到你的这个机构来的时候，你开始怎么帮助他？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跟青少年工作其实是很快乐的，我觉得快乐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他们也许带了很多。这个社会或是老师啊、家长啊，或者是同侪对他们的一些厌恶、讨厌、生气，他们承受了很多这样的东西。那所以他们对这个社会选择的回应方式也是这样，就是我就要让你生气，我就要让你讨厌。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气，所以而且你不容易很快的就让他去把很多东西讲出来。所以我们在少年服务中心的工作就是。你会看到说，哎，社工员们跟这些孩子的气氛非常快乐。有时候有学校的老师啊，或是有警察来要找小孩啊之类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地方好，这个人在上班好像都在玩。因为我们可能会选择跟孩子，哎，可能打扑克牌啊，打打桌球啊，然后就聊天啊，开玩笑啊，大家就很快乐。可是很重要就是说，他们在家里、学校或在街头，他们享受不到的一种。人生活基本的那种快乐的需要没有，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有人愿意，不管他在外面的评价如何，而你让选择让他跟他一个快乐的相处，久了之后，他有很多他心里面的问题，或他在外面遇到一些困难，他会愿意来找我们谈，是因为他感觉到这个地方很接纳他，那大家会很愿意轻松的去面对这样的孩子，然后。也当他们也会带来我很多麻烦给我们也会啦，但是很重要说团队很清楚知道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而这些孩子的重要的是在哪里，不是这些抽烟啊这些行为那不重要，他背后的那些受到的伤害的经验啊等等的，或者他现在之所以为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他所需要我们去为他服务的工作，我们在想很多工作该怎么做，都是基于这个，所以我们应该去打破表面的那些他外在的很多东西，是，然后去跟他做一个最好的、最亲近的相处。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会成功的一个工作，就是这样。哇，太棒了，我觉得我终于听到了为什么你不念博士了哈，不把博士完成因为在这里太快乐了。对，但是这快乐背后一定要有很坚强的信仰，好，来坚持你在这份辛苦的工作上面，也不容易看到成功哦，可能要很漫长很久很久很久的努力，你才会看到几个成功的 case 哈。好，那我们聊到这边哈，我们也要再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继续来听听透过了你们的帮助，哪一些孩子他们如何修复了他们的身心灵，如何表现出来，让我们真的觉得生命我们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生命。好，我们马上回来。回到生命相对论，我是玉馨啊。那么在前几段啊，其实我们都会深刻的听到了爱这个字啊，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也不是抽象的形容词，它是一个动词啊，真正的行动啊，在两位来宾的身上啊。那但是我觉得行动很重要的就是需要勇气还有智慧啊，所以我就来先从善牧基金会如何成立，在那个时候整个时空背景，台湾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现象，一直到现在，好，台湾的社会不断的变化，妇女的问题、儿童的问题，甚至我刚还问，现在还有除妓吗？哈，那修女有哈，好，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整个善牧成立服务的项目。那一直到现在，台湾社会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民国76年的时候，是，在台湾有小女孩子被卖，是当除妓，那时候很多的妇女团体就是跟政府讲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三种不一样的雏妓，是一个就是真正的被卖，一个就是自愿的，是另外一个是被欺骗的，就是原住民了。我就去花东，是每一个部落，花莲、台东我都跑过了，我去跟老师那边也是有修女，是然后呢也是有传教员，他们的领袖谈这个问题，他们就发现对啊，有这个问题啊，好像有一个他说只是要端茶而已，13岁的国中生暑假去台北，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0块，他们说很好啊，而且只是去端茶，对啊，那是骗他的，对啊。然后呢他就被送到日本，他就写信回到家，他说我是生活在黑暗中，之后因为他怀孕他就被送回来，他然后呢就我们就帮忙他了，在我们的中途之家，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他们就是去欺骗他们。那个时候原住民很多被骗的，是不是？对，都是被骗的啊，然后而且骗到不只是台湾哦，还是到大部分是台湾，大部分台湾，但是有这个我认识的是在日本，但是回到台湾来之后，他来中途之家，我们让他知道不是他的错，他可以重新开始。高中毕业之后，他就结婚，过得很好，现在没有问题啊。哇，真的是蛮感动的哦。那是不是也请刘大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就说就您观察哦，整个台湾社会的变化哦，从刚刚修女讲早期可能原住民朋友比较容易被骗，可是到了现在当代社会的特殊性哈，那你们又衍生出哪一些服务的方案？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们服务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有一个孩子，他妈妈是越南来的。然后在餐厅工作，可是中文讲得很不好，然后在餐厅工作，因为工作时间很长，是，所以这孩子他放学回家家里是没人的状况，所以他就会在街头混啊玩啊之类的，是。那后来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好像新移民的人越来越多，是，可能这个家里也需要他付出很多时间工作，也需要他照顾很多老人家或等等的，他来这边要做很辛苦，是。那我们也看到说在那样的状况下，很多孩子他的很多成长或
因为妈妈比较不会讲中文，所以很多孩子的成长啊、教育等等的，他就会没有办法跟同年龄的孩子一样的进度。所以我们善牧就开始自己去办新移民的服务。那我们现在在台北、宜兰、台中、高雄都有一些据点在服务新移民的朋友。那最主要是说，从一些个案你看到说，其实如果有人好好的陪伴这样的家庭，陪伴那样的孩子，或帮助妈妈了解说台湾的教育制度是什么，然后你需要准备什么，那甚至于帮助这些妈妈去考驾照啊，练学一些中文啊，其实可以解决很多他们可能未来会面临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善牧的工作从以前可能单纯的服务的一些族群，但是慢慢会因为社会结构改变，我们开始要服务新移民。是，那当然原来有一些工作都还一直在做，比如原住民的工作，我们也培育了几个部落当地的原住民，现在是我们资深的社工，他们就在服务他们的同胞。是，比如因为可能当地的就业机会少，是，那可能有很多是老人跟小孩，那会有一些管教的问题啊，或小孩子的成长的问题、学习的问题，还有老人家可能有些病痛啊等等，会有很多家庭需要的一些协助。那有一些新移民的姐妹，她们适应良好之后，也可以来服务她们的同样处境的姐妹。啊，我们慢慢朝这个方向去前进，而不是说好像只有我们在为她们做什么。是是是，我觉得为不管是任何一个族群来讲，让他们能够站起来，然后能够去为自己同样处境能服务，也是很重要。没错没错，对，像我们有一个中辍学员，里面有一个员工也是以前我们中辍的孩子。哦，哎，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呢？他也是就是因为家里，他主要纯粹是因为家里的状况啦，就爸爸妈妈婚姻状况有问题，然后他常看到父母之间的冲突，然后再加上他在外面学校可能他有很多情绪，然后外面有一些帮派的人在吸引他，因为他也很壮嘛，常在各自很壮，所以打架什么都会。是。那在我们帮助他毕业之后，其实他有一段时间也是在工作啊，做汽车修理的工作等等的，但是也都不是很顺。那后来我们就让他来我们的学员，说，哎，他其实有某些特质很适合，就是说他很有一种领导能力。是。那我们也感觉到说，他慢慢的也在看到自己的那种价值。然后慢慢他也比较能够去面对父母亲就是不和的这个问题，然后去找自己生命想要做的事情。那对学弟妹也非常照顾，甚至在假日啊、晚上啊，有的学弟妹有什么状况打电话给他，他就马上冲出去，然后就是受帮助的这些青少年的朋友。对，其实随着善牧的一些工作的推展，那有一些曾经被我们服务过的，他慢慢也可以开始去服务别人。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哇，这是很大的成就感哎。是。我刚也又产生另外一个好奇啊，就是说像暴力啊，这种问题，受虐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台湾社会有没有比较减缓了这样的问题呢？没有啊。那为我们梳理一下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我想啊，如果你要帮忙一个加害者，就是一个男生，好难。所以我们现在就从国中生开始啊，对，希望他们好好的生气，但是不要用暴力。那个，因为我们善牧很多工作都有点像是在做事后补救。哦，是。对，那现在我们会看到说去做一些社会宣导的重要。那包含就是说，可能从小学开始，我们很多服务中心的人也常常到学校，然后甚至深入到一些社区跟村里长啊或什么有些合作办一些宣导，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让大家知道说问题的解决跟处理不一定要是那个样子，而是可以有比较好的方式。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现在看到说社会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预防性的，而不是只是在做事后补救的。那预防性的工作这部分也很需要政府跟大家的投入。譬如说有的小孩子，他你看到他还很小，可是他功课已经赶不上，那他的生活社区环境也不好，其实这时候我觉得从小就开始有人去关心他们，是会比等到他可能青少年了开始觉得这个社会给他的东西他都不要，然后他开始想要追求另外一种快乐或者另外一种快速的满足，那这时候就会比较难。比较难，所以我们比较看到说这种预防性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对，就是说预防胜于治疗。好，那么更重要是到底当代我们台湾的社会在像暴力这一块哦，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这些受伤的孩子们或者是妇女，她如何能够康复起来？那我们要休息一下，然后马上继续来谈这个话题。